讨论一下怎么合作啊。然后蜡笔就讲到说，其实他一直有一个心愿，这样这辈子有一个心愿就是要唱台语歌这样。然后董皮就说没问题，我新专辑里面，我新专辑不听里面有一首很酷的台语歌。不听啊！但是老实说，这首歌也是我今天第一次唱。真的吗？大家真的超幸运的嘞！哎，打一下广告啊！就是到底你什么时候这首歌的新 MV 什么时候会上？这个哦，原本是今天呢。啊，真的。没有在那边手拖啊，结果那个大家就很会拖，没关系，我们剪了一支代替的。看一下。拍哦，好，终于有这个机会。我可以成为一个台语的歌后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我要转型。好，男性的表白。好。就是要开手牌，其实只有买一头赛车，我才会开手牌。我身边的音乐很挑剔，让歌手听不下去。其实我超级喜欢尝试他的躲避。我说我会帮派的，说你长得坏坏的，其实不是坏坏的，我是长坏的。我说你长坏坏，这就是我要拿下你的嘲讽点。其实我是在摆烂，其实我要拿你的嘲讽点。我说你想很多。我外超无聊，是我朋友，再把妹，所以我不能走。其实我就是我朋友。我说那些罪我要睡的，其实我在打魔兽。我说我在打魔兽，其实我要睡的。我说我今天留守晚上，别再住个你手边。其实我是跟我们班长去你健身房过年。我说穿一件性感的小黑，只是我的王子。其实穿一件性感的小黑，只是我的小黑。我们就一次。就能往前走，挖两层灰压低声音，当公才会怕，丢进一起抽，被擦擦可以不心忧。你算。
话，然后我们想说爪机来可以帮助我们加分。后来我们练团之后发现爪机比我们还不爱讲话，所以就很惨啊。对。对对对，我比较害羞的。对，我感觉到了。对。正面的害羞这样，然后坏的都在歌词里面这样。对。那个乐谱而已。那所以就是，其实大家真的要就是追踪一下那个爪机的粉丝页面，因为他这张专辑每一首都有拍 MV。目前就是计划是这样的，对对对对，大家搜寻一下短片，对，按个赞，按个赞。然后今天本来刚才那个男性的表白的那个 MV 本来真的超酷的，就是超的，有很多，对，就是只有我们看过。说如果今天有就没有对啊，哦，假歌星跨国合作这样，哎呀，好啊，跨国对，哎呀哎呀，真的。留下无限伏笔哎！对呀，无限伏笔，连我都想看看。真的，对呀，我也想再看一次。暗赞。对。其实爪机真的很酷啊，就是虽然看起来坏坏的，其实他长坏了，不是？他长超帅的。然后，反正就是他其实一开始我们真的就是有一点怕怕的，因为他真的长得好高大这样。然后，可是后来发现他其实是真的是很有爱心的人这样。就是像爪机每个月都那个，就是有一栋抽天处，就是专门在住小猫的嘛。对对，就我们用那个我们在做动保，就是流浪猫的那个中途之家。中途之家。对对对。对，就是以领养代替购买。节育代替扑杀，对。对对。因为我有个朋友，他是他的猫很坏这样，然后什么教都教不听，他就说以弃养代替教养。搜寻那个人人有猫养，对，人人有猫，就是我们的那个就猫咪的。如果要养猫的话，其实真的是建议用领养代替购买，因为动物都有灵性，你救它一命，他们都知道，所以你跟它的关系，你领养的话，你跟它的关系不会像那个宠物跟饲主哦，你会像爸爸妈妈跟小孩一样哦。有没有感觉到正面能量？对啊。所以领养代替购买真的，大家看我这样子，其实我养我自己本身就养16只猫了。是本来是人人有通电，而且我喇叭啊什么线啊全部都咬坏了，就是变成人人有猫了。对对对对。短笛的每个礼拜都是卡车在那个发财车在